果你是刚进来观众，大概来我来总结一下刚刚我们对于异界裂缝这个副本的探讨啊。这个副本会有掉异界裂片，就是拿来塞卡池，但是会掉的地方基本上是目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两个点，这个点的怪物都不会掉裂片。啊，这两个地方怎么去？很简单，传转点可以来这边，要么就是你在里面或外面巨人打到的瞬移卷，靠塞看能不能飞过去。第三点就是血盟任务飞过来，外面进来的这个区域虽然说不会掉异缝裂片，但是它的给的绿装还不错。食腐兽跟怪手都会掉红剂，最大奖都掉红剂，怪手还会掉异界斗篷跟盔甲。那异界斗篷跟盔甲现在来讲的话是非常稀有的东西，现在目前青春女神嘉玲的140行情价是平均交易价格到189，异界斗篷就只有这个啦，就只有这个会掉啊。这边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，但是人真的很少，对吧？所以你真的可以爽练。